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讯丰 K 歌棒 F8 的连接方式以及 APP 软体下载方式。首先，我们将 K 歌棒的电源打开。K 歌棒电源打开后，开始进入手机的画面，点选设定，蓝牙，打开蓝牙。此时下面会出现 F8 的装置代号，点选连接。连接完成后会出现刚刚的音效声音。紧接着，我们为大家介绍 APP 下载方式。点击 App Store，点选搜寻，打上天籁 K 歌，进行下载。下载完成后，点选开启。此时再向右滑两次。下方会出现点击进入、允许。我们在下面可以点选 K 歌键，在这边就可以搜寻到现在热门的歌曲、歌手或者歌曲名称，可以从这边开始搜寻。现在就可以开始进行 K 歌喽。好的，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